在台南的红葱头主要拢种伫北门甲七股，占全台湾高雄的产量。即阵当咧采收，有农民反映讲，因为气候影响，即产量甲价钱拢真歹。不过农会煞讲，产量其实无减，有较少是因为农民管理的方式无同。一头只农民伫咧田里卖那个葱头买甲紧，加好势了后，通要甲红葱头摕去卖。伫旧年过年前后，红葱头当进入三季。不过有农民讲，近来天气多变化，明年寒，明年热，地数部分地头红葱头规个打起，产量减真济。不过北门农会出面拨回，目前平均产量参旧年相差无介大，因认为主要参各区的土壤有关联。像阮只就阮只加一个青瓜根啊，这无够成本。今年产量大概平往年大概减几成，你敢有算？减差一半。明年想要减少啊，袂好。是安怎讲？是安怎？啊，要工资贵，啊，物件要好价。北门啦吼，应该啊产量是甲往年吼，这两冬啊来应该是差不多的啦。吼，啊，咱的肥配管理啊，吼，啊，加咱的管理的方式，吼。多多少少拢有原因啦。红葱头最后产地伫咧台南客家北门甲七股，栽种面积大概900到1000公顷，是全国上大产地。北门区公所表示，因遐是咸分地带，所以栽出来红葱头拢较香，嘛较咸。为着带动地方产业，公所按算为得要办红葱头文化节活动，让民众体验家常啊、家辈葱头的心血。这个产季吼。啊、来办这个红葱头节吼，咱个现场吼，阮会和这个咱的民众吼，啊来体验这个剪红葱头的多这个红葱头的这个特色的料理吼，啊，够有这个一个编织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编织。经过了解红葱头种落去了后，上紧来等三个月才通采收。农会指出，现处是产地计数大概每台斤20到23块，因讲其实各产地计数无同款，要先看实际红葱头的大小粒甲品质。记者李翔台南采访报道。